I will sue you. Okay. You. Okay. This guy, he broke United Kingdom law. This guy, I use my human rights. The United Kingdom has human rights. The United Kingdom, this is a human rights country. This guy is illegal. This guy. Okay, come here, please. This guy is not a king. May I ask a question? I use my human rights to against your power, evil power. The judge's power. 一大早，老杨就被敲门声吵醒。 看到两个身穿制服的壮汉站在家门口，他刚刚睡醒，看到这场面，一时有点懵。没等他开口，两个壮汉就自报家门，他们是法院的执行人员。今天的任务是回收这处房产，然后递给他一份法院的执行书，并告诉他必须一个小时内搬出去。老杨没想到，这两个家伙竟然无视人权，想要强行把自己从住了5年的房子里赶出去。 Okay, sir, you didn't give me any notice. We don't have to give you notice. Now, I have to say, this country, the United Kingdom, has a human rights. Sorry, the human rights is a different department. It's nothing to do with us. Okay, now you come to here. Okay, sir. Okay. Yes, you have human rights. Yeah. You have the right to live in this country. Yeah. You do not have the right to this house. 但执行人员不吃这一套，向他说明。 你有人权，也有权在这个国家生活，但你无权拥有这所房子。原来这是老杨租的房子，可已经几个月没有交房租，房东无奈就向法院申请驱逐租户，这才有了今天的一幕。其实4月前就开始了驱逐程序，陆续发了很多通知，但老杨一直不配合执行。这次执法人员带着房东前来要房子，看这样的架势，想要继续住下去不可能了。执法人员让房东不要靠近，以免发生不必要的麻烦。 执法人员只给了1小时的时间，先把紧急物品带走，比如证件、药品、随身衣服等，剩下的几天后再来拿。然后就开始更换门锁。见执法人员来真的，老杨急了，说自己的孩子还在上学，等孩子放学后再收拾，不然孩子回来怎么办？但执法人员根本不听，告诉他如果你觉得不合理可以报警，或者向人权部门投诉，然后就催促赶紧收拾。 这个时候，房东过来，没想到引发了冲突。Okay. Mr. Guo Saihuan, he would take a knife, would kill me. I show you the evidence. Normally, we ask. 听到这执法人员谨慎起来，询问房东是否有此事。房东耸肩呵呵一笑，否认做过这种事情，然后道出了事情的缘由。他说，当初老杨找到自己。 看在同为老乡的份上，就低价租给了他们。可最近大半年就不在支付租金，每次催他交租都会被骂，甚至威胁，没办法才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法人员劝房东离开，以免再发生不愉快。这时候，老杨两口子已经开始收拾行李，看来想继续赖在这里是行不通了。当初举家移民到这个把人权摆在第一位的国家，憧憬幸福自由的生活，没想到会流落街头，还有两个孩子跟着自己受苦。 不明白是自己被骗了，还是这个世道变了。想到这里，他一肚子的怒火就冲着执法人员发泄。 I will sue you. Okay. You. Okay. This guy, he broke United Kingdom law. This guy, I use my human rights. The United Kingdom has human rights. The United Kingdom, this is a human rights country. This guy is illegal. This guy. Okay, come here. Come here, please. This guy is not a king. May I ask a question? I use my human rights to against your power, evil power. The judge's power. 执法人员面不改色，这样的场面他们经历了很多，警告老杨他要冷静，自己也是执行工作，你可以发泄自己的不满，但一定要控制情绪，不要做出违法的事情，别把事情搞大，否则警察就会把你带走。老杨的火气挺大，歇斯底里的大喊大叫。 或许他的不满并不是被赶出房子无家可归，而是梦想破碎。他曾经对这里的生活充满希望和期待，但现在面对的只有迷茫和绝望。
不知道接下来该何去何从，该怎样跟孩子解释。等老杨消停了，执法人员给他一张纸，上面有救助部门的联系方式，可以帮他们解决临时住房问题，给他们提供个过夜的地方。这时候老杨的火气也发泄完了，不再那么狂躁，变得理智了很多。得到这个信息，他又有了动力，拖着行李箱走向下一个希望。